Hello，Hello，基本上今天冠军应该是我啦，你知道吗？李翰老师已经很久没跑了，我上次跑的时间都比他近，对吧？所以我比较强是很合理的，而且今天冠军有一台 Lando Norris， 真的差不多，没错，高速公路。如果我今天输的话，我就退出车界。你没进入过吧？我没有进入过。上了一天的课，基本上实力应该是已经超越了，直接青出于蓝。老师还是好好休息吧。都从台北来到彰化了，对，曾经数学也考赢老师了，撞球也打赢老师了，现在就只剩赛车还没赢他了，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就看他在后面跑了 ，OK。Check the mic and make sure it sound right, boys.看看，对，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你过这一台，来，按你，对对对，好，啊，先调到自己的位置啊。对了，就是这样。有，我们那第一个简介好友听我讲的，他有在，对，他有在 push 踩油门。It sound right, boy.就练车嘛，哦，帅！那个赵全有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赛车手就是要 spin， 不 spin 怎么知道极限在哪里？对不对？代表他有在尝试，非常好，我很欣赏，不愧是我的学生。会累吗？超累。都很壮哦，尝试嘛，你本来就是要这样的尝试，然后你才会抓到就是下游的那个甜蜜点跟那个叫什么下游顺畅的甜蜜点跟下游的时机点，你才会抓得到。我是觉得蛮正常的，你们才第一场下而已。我不讲的观念，我说的是观念。It sound right, boy.速度要快就记得截弯取直，最大回转半径，刹车距离，油门时间，这就是最主要的情况。Sound right, boy. 再讲一次，我刚才我说要不要他们 battle 的时候有办法，最后结束的时候开在我前面，要不要给点奖励？我是这样想，对啊，我想说这样会不会促使人有那种动力，你懂吗？对啊，哎，我觉得你们进步很多，哎，那个顺畅很多，而且你这个速度比上一场一定还要快。来，按你的，你刚撞上轮胎墙了。对，轮胎墙真的蛮硬的。哦，对啊。真的是。哎，有受伤吗？有。哎呦，哇！哎呦，哇！轮胎墙真的是硬，不是可以贴上去的。但车手就是要挑战极限。挑战到轮胎墙。但还好，侧边的侧边。哦，哇！啊，对。
还好还好，侧向撞到还好，他反应也算蛮快。对啊，反应蛮快的，他反应蛮快，还好还好。我觉得这应该一个原因，你很想追吧？没有没有，我没有想追。你没有想追？应该，但是其实应该是连前面那边在前一个弯，前面入弯前那个跳起来，跳起来之后，让我在这个弯就是没有啊，没有很稳啊，所以导致我出弯之后有被影响到，会会。我想想应该是这个原因。会会会会，对对 对，常常会这样。你前一个弯让它让你跳起来的时候，在入弯的时候，前一个石头整个跳。我知道，因为你压到这个，对对对，我压这个，然后直接跳起来。不要急，那时候真的不要急，就是让它在直线刹车，就是它跳起来没关系，然后你还是一样直直的去把你的车刹车，再把车子放进去。对，下次如果遇到就这样。因为不然你又急着进弯又急着刹车，两个又一起做，对，对，就错掉了，就变成速度也没降下来，那你又那么早摸，然后那个弯速那么快，它就跑出去了。跟着开有什么感觉？就比较有抓到那个刹车的意识啊，比较抓到刹车。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啦，因为上次在力宝你也知道嘛，我也输过一次了，所以这一次再输也不是什么意外 ，OK。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休息一段时间了，对吧？弱是正常的，好吗？好，我们今天就把冠军给别人啦 ，OK。等一下，怎么找台阶？Hello， 基本上今天冠军应该是我啦，你知道吗？李翰老师已经很久没跑了，我上次跑的时间都比他近，对吧？所以我比较强是很合理的，而且今天冠军有一台 Lando Norris， 真的差不多，没错，高速公路。如果我今天输的话，我就退出车界。你没进入过吧？我没有进入过。上了一天的课，基本上实力应该是已经超越了，直接青出于蓝。老师还是好好休息吧。都从台北来到彰化了，对，曾经数学也考赢老师了，撞球也打赢老师了，现在就只剩赛车还没赢他了，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就看他在后面跑了 ，OK。
哇哇，第二名，哇哇哇，还好我刚刚就讲了。哦，我退出车界了。第二名，老师放水啊，老师放水，很好玩的，很好玩的，我很尽力在跟他背嘞，对啊，我完全跟不到前面吃，对啊，跟不到，我离他也很远，真的，因为已经带开了啦，就已经带开了，就已经拉开了，真的是，我还要回去了吗？要啊，要回去啊，好，哎。哎，赛事不是要结束了吗？他们不回家啦，说刚刚那一场不算啦，再一次，你看，又再一次，还有一个车手现在在上面，他等一下一下来，马上又要跟着下了。因为刚刚那个，因为我们跟李安老师说，哦，我们会放水，然后他有点不服气啦，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再陪他跑一次这样子。没有，我本来就知道刚刚是排位赛啦，所以就故意跑后面一点，因为我们排位赛就是倒序起跑。不要下班好吗？真高手都是从后面追上的。怎样酷吗？职业压车，我等一下第二号，我等一下压车压给你看。哦，头盔是谁啦？啊，冠军的推手赢定了，这一场就是我赢了，谢谢头盔。太酷了！我老师还是姜老的爸爸。
老师第一次吗？啊，老师第一吗？啊，对，他是所以这段才会播到 YouTube 上。没有啦，没有啦，两个都不会，两个，他应该已经删掉了吧？这个，找不到画面。奇怪，涨停了。哎，好吧，好上传，是有回收桶。对，那么夸张，最近删除，怎么有一个？